这两根毛，不好看，我是丑死。给你画个什么呢？给你画一个王八，王八不行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我给你看看啊。是不是很好看？可千万不能生气啊！让我数数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哎，我还是很好奇，你这个九个脑袋到底是长成什么样的？你什么时候让我看看你的本体啊？啊？九。哦，想吃我呀？吃我没问题啊，只要你不嫌脏，你就把我吃了呀！来啊来啊来啊！看样子你快好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呢会消失几天，这几天啊你可千万别找我。等你惦记我的好的时候，我再回来。